我叫他们跟我点的是减肥餐，全是那黑米啊，加这种玉米啊，什么什么黄瓜什么的。谁跟我说肚子饿了？学会了，好吃。美颜严重，嗯。那我现在刮了美颜，要不要看？要不要看我刮美颜？要看的，上了6万人，我刮美颜。我现在完全没有什么包袱，随便，反正他们再丑的样子也把我拍到了。双哥饿了，嗯。这个辣椒，哎呀，把我脸喝肿了。这个辣椒用油蘸过以后，它是不辣了，它就是香味，不辣了，一点都不辣了。要啊，看美颜来，那你们上6万人我再开。我不想吃小米粥了，明天早上吃。嗯，学废了。买的面膜到了，好吃吗？不，买的面膜好用吗？好吃吗？其实啊，生活就是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号就是吃播，这是减肥的节奏。是呀，你看，就只点菜，吃点虾仁，不是吗，贾若姐？嗯，全吃光了。好开心，但是我吃的好开心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有动力。我真的减肥了，但是我好想吃烤鸭，我好想吃北京烤鸭。面膜好吃吗？这个吃多了不会胖，但是人家不能饿着呀，你不能把自己饿着，对胃不好。嗯，糖饭桶这样叫我，嗯，没吃饭啊，这虾难道不是一口一个吗？难道还三口一个吗？吃完了。你一个人不孤独吗？所以我你没有你们陪我就不孤独了呀，不然肯定是很孤独的。北京好吗？我想吃。吃虾它是不会长肥肉的，嗯。刚才7万人哪来的？我也不知道哪来的，莫名其妙。抖音流量真搞不懂，我真搞不懂了。那昨天30万人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。嗯，来，最后一片菜吃完了，睡觉。我们的新歌到80万了吗，家人们？现在酷狗又要评论了，哎呀，我天哪，我头也痛了，我看酷狗也要评论。我这吃的是青菜，我不吃东西吗？难道？
十多了。真的，真的81万啦。不吃肉减肥，不吃肉。我这放的就是湖南剁辣椒，好饱啊，饱了。饱了，睡觉。吃青菜是不是吃出海鲜的味道了？谁呀？还没有那个送人气票的吗？送人气票呗。不，哎呀，送人气票干嘛？我的脑子是干嘛？吃都渣都不剩了。其实吃青菜也可以吃饱，你发现吗？吃完马上睡，马上睡就不知道饿了。花公公出去玩了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今晚任务充100万。不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说。我看看我们的那个 QQ 音乐啊， QQ 音乐爱到天荒地老已经82万评论了，已经82万评论了，家人们一起去搂一波呗，家人们一起搂一波啊，统一打榜，统一打榜人就掉到只有10000了，掉到只有10000了。爱到天荒地老酷狗的那边版本也快10000了，快10000了，酷狗快10000评论了。你家的花生呢？有没有牛奶？咱们在小黄车里面就有啊，小黄车里面3号链接就有牛奶，还要面膜的1号链接的面膜啊， B5 的玻尿酸面膜，以前一盒都要100多块钱一盒，是进口的，然后现在呢1号链接的面膜是一盒里面有5片，有3盒才100块钱，保真的啊，保真的。直接干到100万呢、不好意思说100万，不好意思说。看看马上评论82万了，家人们马上评论82万了。牛奶在3号链接，3号链接就有啊。这刚刚进来的7万人都是啥人呢？能告诉我吧？看完我煮完就走了，谢谢太阳神，感谢。就看完我煮完菜就走了，全是偷学的是吧？你们全偷学我的蘸料，学完就走，真是。不用关煤气，我们家不用关煤气的，来，我们的评论82万了，马上到82万了。我不煮菜就没人看我了，怎么回事？看来我要逼着我变成厨娘了。牛奶3号链接，一箱里面有12瓶，一共有3箱，新鲜生产日期3箱。啊，3号链接，欢迎我心怡姐。说明直播内容很重要，做饭做出了人气。那我要改，我要转型了，以后我的小号就是做饭，让你们看一下我做的饭，看看我会做什么饭，我啥菜都会做，广东菜、湖南菜、
还有什么菜没有了？还有什么菜系？川菜。嗯，东北菜不会做，东北菜不会做。嗯，牙齿上长的青菜，做熟了吗？我也饿了，你刚没看到我做呢，我都吃完了，好吃。要么做菜，要么吃，反正就是吃吃吃，咱就是吃。孩子，我们香妹子能干，我跟你说，香妹子能干是能干，就是懒。嗯，反正我们家那边的女孩子，我同学也好，我朋友也好，没有一个会，没有一个要做家务的啊，他们全都是那种都不做家务的，他们天天就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我们那边的女孩子都这样，我们镇上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做饭的。一百万，刚看了一下，我看看我的评论，82万了没有？82万了，马上。刚刚做饭做了7万人呢，香妹子火爆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很真实，你知道不？就香妹子不会给你来虚的，你不会给你来假的那套东西，你知道不？闻到味道来的，就那白水煮白菜，你也闻到味道啊？你这鼻子可以呀。刚刚看到不是在跳舞吗？哎，那我现在变成一个小吃播了，行不行？啊，自恋狂。是的，我们湖南女孩子，我反正我认识都是性格非常耿直的那种，就我喜欢你就喜欢，我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，我懒得给你面子，就是这种。你让我那啥，你让我这个，那受委屈我也不行。川妹子我不是很熟悉，我只知道香妹子是这样，川妹子认识的也是这样，对，好多也是这样，东北的也是这样。我也在减肥，饿肚子吃青菜，咱一起，全部彩虹糖的彩虹团的什么女生，咱们都一起啊，我要带着你们一起减肥。哎，不行啊，那我怎么卖货呀？我的那怎么卖货呀？卖不出去了。我跟你说，腰果是要吃一点的，腰果它是不会长胖，不，坚果它是不会长胖的，你知道不？来吃。我们的坚果能不能上下来上架？坚果可以吃的。以前呢吗，你知道吗，我的菜谱就是什么水煮西兰花，然后把那些肉，牛肉啊，鸡胸肉，在那个水里面煮一下，那个蛋也在水里面煮一下，然后呢，吃点坚果，吃点牛奶，就吃点蛋白粉啊啥的，就这样。其实人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你知道吗？没力气工，会有力气的，会有力气的，姐。然后还要干嘛？我看看啊，没力气干活了。为了美都值得啊！82万了，谢大家。喜分开有吗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号在开演唱会，知道吗？他们有的是用我的切片，那个视频切片授权的，给他们带货。有时候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经常带，你知道吧，这样子给别人授权的带货的话，我也省事儿啊，就不需要我那么辛苦天天要我来带的。美女这样看的话肯定是个高科技啊，哪个地方像高科技您告诉我，我给你证明。你告诉我哪个地方像高科技，我可以给你证明它不是高科技，要不要？你看我哪里像高科技啊？你就是吃播长的肉，我也感觉是，真的。我哪里像高科技啊？
鼻子吗？鼻子吗？我全身上下都高科技啊，我是假的呀，我。你这话属实不这么样的，我也高科技，我还一肚子的肥肉嘛，真是。我还那么松垮垮的肉。嗯，好像还是想吃点这个香，香啊。舞台高科技啊，舞台也没有多高科技啊，我还没开始创新呢，高科技，以后创新的地方多了。有没有袜子啊？我看一下啊，袜子有没有啊？这链接上没有袜子，你同学说你没整过，从小就没。我哪个同学啊？你问他嘛，我整过一个地方，你们想知道整过哪里吗？我有个地方整过，你们猜是哪里？我有个地方整过。啊，我有一个地方整过，有内裤，但今天上不了，腰果也上不了，嗯，团队下班了。鼻子，熊啊，就这儿，你们整个屁股。我们电商团队的人在不在？给我上一下货。电商团队的人在不在？他们要东西，你麻烦上一下好吗？那个鸡蛋吃的挺好吃，上一点啊！告诉你们，我哪里整过？我跟你们说啊。在我初中的时候，我是个非常丑的人。我初中很丑，我都不敢看我以前的样子。你知道丑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哪里丑吗？你知道我哪里丑吗？小时候初中的时候，我被有几个女同学，被几个女同学评为全年级的四大丑女。全年级的四大丑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时候我也是真的丑，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等一下啊。等一下啊，我那个电商那个舞台号开播了啊。舞台号上面接是吧？拜拜。因为我以前的牙齿你知道吗，我小时候我是属于那种龅牙你知道吧，我牙齿是有点那个塌的。其实你们现在看到我的牙齿那个我还是整过的，我那时候的牙齿就是那种很不整齐你知道吗，牙齿是这种出来的，就是广东人说的牙叉收还呗，就是牙齿是龅牙。对，牙齿是龅牙。然后那时候我在一个镇上哦，我爸是医生，但是我觉得我从小觉得我爸爸是特别有眼见的人啊，就是他就知道那时候别人都不知道可以整牙齿。我爸就说你一定要去整牙齿，但是我内心也是想着很一定要整牙齿。那时候从我家你知道吗，我家是个镇上，我要去到市里面去整牙齿。然后我去的时候那医生说你这个牙齿是我见过最难整的，但是我那时候不怕痛你知道吗，我不怕痛啊，我每个月要从我老家去到那个市里面要坐3个小时的车，我很晕车你知道吗，每个月来回我自己一个人去。
我现在觉得我真的好独立哦，一个人去，然后去整牙齿，整后面就整好了以后，我把牙齿一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说我是校花。所以说，一个牙齿对一个人的颜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鼻子没垫过，你看，我鼻子怎么可能垫过？我从小到大鼻子都长这样，完了红了。你看我鼻子怎么可能垫过，软趴趴的。所以我鼻子是没垫过的，我眼双眼皮也没有做过，就是我的牙齿整过。还是我鼻子是假的，我鼻子怎么可能假的？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，笑死，牙齿整的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不齐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要把它弄往里面去一点，然后我又开始去整了。我戴那个透明的牙套，我现在还在戴牙套，所以就是牙齿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当有一个人他的牙齿一口白牙非常整齐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哇好美，是不是？就牙齿决定你的颜值。如果你们现在有孩子，就是你们有孩子的话，牙齿不齐要尽快带他们去整。你早整就早美，早整早帅啊。所以现在牙医都非常的贵啊，对不对？来，你们刚刚说想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们上一下关美颜看看。我刚刚说了上五万人才关，你们没有上我就不关了，我就这么廉价吗？关个美颜啊，真是。上链接，假的一看就是，我这鼻子还假的，你看我鼻子就不是那种直挺挺的，我这你看有点这个驼峰的，我这驼峰鼻有一点点驼峰的那种感觉。我哪里都没整呢，我眼睛也没整呢。糖宝的脸长得很高级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古相美。他们说怎么看你是古相美还是什么美啊？古相美就是看你的侧脸，你的侧脸很好看的人他是属于古相美，你懂吗？我觉得我的侧脸是比较好看的，我自己觉得。上沐浴露和鸡蛋，来我们后台链接沐浴露上一下，还有那个鸡蛋，在我们家卖过的鸡蛋上一下。打 PK 上五万人，我不想要这种人气。我觉得能留在这个直播间现在听我唠嗑的人一定是喜欢我的人，或者是特别讨厌我的人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不想去打 PK 要那些跟我无关紧要的人，不想要那些流量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从小不是从小，我直播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的清晰。我知道什么人是我的是重要的，什么人是不重要的。一看就大气，臭美，那还是有点自信的，好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？以前对我自己，哇，我觉得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整完牙齿以后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天，我觉得我自己简直就是美上天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简直美的美上天了，我觉得我自己是那种很惊艳的美。但是我后面看了好多好多的那种明星那种脸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很普通，只是觉得还也还可以吧，这顺眼的那种吧。皮相美哦，怎么看你是骨相美还是皮相美？就你的侧脸好看的人就是骨相美，骨头嘛，因为它是骨头嘛，都是骨头。你怎么走了呢？你们，我一带货就走呢。他们要上那个鸡蛋，你上下鸡蛋呗，在吗？能把鸡蛋上一下吗？那鸡蛋挺好吃的，他们吃过都跟我说，那鸡蛋真的是土家鸡蛋，而且是很那个黄，是非常黄的，而且是很都不散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鸡蛋特别香。就是明星脸，哎呀，现在觉得嘛，也就这样，我长得真的。所以你是优秀的小唐，这个我承认，嘿嘿，嘿嘿，上毛肚啊，毛肚上一下吧，买了刷起码。抖音里没有你本人好看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属于那种上镜的类型啊，就是我上镜我觉得还是比我本人好看的。大家的不一样的审美不一样。
洗面奶也上一下，嗯，十二级美颜那必须开美颜呢啊，这是原相机，你们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原相机什么鬼样子，那那你那除非你是那个是仙女，能顶得住那个美颜那个原相机，我们这种还算是一般般的人，这原相机开了都吓人，嗯，比化妆好看，嗯。鸡蛋确实好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的那个好像大号的那个橱窗里面也有鸡蛋，嗯，是不是有点不正常？嗯，可能人都会有精神分裂的时候，就是可能人都有很多面吧，嗯，没有上，你们再帮我上嘛、啊？呀，我天的死了！哦，鸡蛋上不了，要等会儿，嗯。身上的衣服，这衣服没有，这衣服没有。哎呀，算了吧，聊天呢，不上品了吧？上品也没人买啊。你不上镜，我觉得你本人有气质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腰果上一下好吗？腰果上一下给他们，完了打饱嗝了。腰果给他们上一下，我吃这个腰果啊，这个腰果上一下。内在美，外在。内在美，外在美，内在美，外在美，完美。你这评价太高了，对我不好意思了都。聊火天算了，那个是假的，什么是假的？我今天早点睡，明天五点钟要起床，明天五点钟起床，上下这个腰果给他们上下腰果啊，腰果好吃。跨年以后温柔多了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我小号直播，我小号都是这么温柔的，我是大号上面我得 hold 住全场，我必须那样，人多你这舞台上我必须霸气，那私底下那霸气干啥呢？安话普通话太标准呢，那是加母语那不标准吗？链接还上不上啊？你们在，你们上不了跟我说一声呢啊，上不了跟我说一声呐。小唐是我见过最美的美女。你多去出去见一下，也比我更美的好多，比我更美的。后台在睡着了，上腰果，上腰果，你们在干啥？你上不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上腰果呢？上了吗？腰果？嗯，不带了。我一直在坐着聊天，我就想吃东西，我这是个坏毛病。谁跟我发微信？不要在这里发，我看不到。不要在这里发微信，我正在直播呢。嗯。都要腰果，你们怎就不上腰果呢？看你真人和上镜一样美。我跟你说，但是有一点，我觉得好像我在女生的眼里会美一点，女生会觉得我美，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女人会觉得我美，你知道不？属猪的都美。欣怡姐，你也是属猪的。欣怡姐，你也是属猪的吗？授权切片，授权了呀。你不是减肥吗？拼命的吃，我们也吃呀。哦，跟我一个时段，腰果上了，来，腰果上了。现在的腰果是这样啊，两罐，一斤装，再加一罐夏威夷果，一共到手三罐啊。99.9，嗯，腰果的吃完一瓶的好吃，带皮的这个腰果超好吃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11:30睡觉了，姐们，明天我5点钟起床，只能睡5个小时。你撒娇的声音很难听，我刚刚撒娇了吗？你是听谁都撒娇啊？我刚有撒娇吗？哎，真的是。
我哪有撒娇啊，这不聊天吗？欢迎蓉蓉姐，是蓉蓉姐吧？授权切片不会剪的话，你们应该有人教你们吧，是不是啊？5点多就要起床了，我明天飞到一个地方，下午飞回来，我如果赶得及的话晚上可以直播，赶不及的话晚上就播不了了。但那个蘸料没有上车，我上啥车，他自己瞎搞的瞎搞的。去牵挂你为什么负我不负他。哎，这歌，你说这些歌怎么回事？开始他们在那唱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听，这是听的人多了也觉得好听呢，所以我们的爱到天荒地老是不是经常唱，听的人多了就觉得好听了，对吧？别播了那么早起，不告诉你们在去哪，去有事儿，反正是重要的事儿，不告诉你们。什么时候带年货？可能这个月会带吧，但是具体时间你们等通知哦。3天看不到你，肯定会小号播的。我如果大号不播，小号肯定会播的。糖宝，你能上车吗？不能。面膜刚刚贴好了，哎，我现在也去贴一片面膜吧，好不好？走，早点上去贴面膜睡觉。哎，早点贴面膜睡觉喽。贴面膜睡觉都，我这么晚不好意思这么打榜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可以去 QQ 音乐帮我打下榜吗？你们可以去 QQ 音乐帮我打榜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哎呦，拿上我的牙套，你知道戴这个牙套多麻烦，每天要戴，有时候戴着还掉了。然后又没得带，就好难受。好难受，你知道不？戴牙套好难受。习惯了就不难受了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但是老是忘记取下来吃东西，又忘记了。哎，哎。